你这安神汤可真够厉害的。难道说你想反悔？我只是个弱女子，不过也懂得言出必行的道理。本将军喜欢你的就是这一点。但将军可记得答应过汉人些什么？我当然记得。那你何时退兵？只要你宋玉蝶随了本将军的心意，我可以马上下令退兵。我看没有那么简单吧，你一定另有图谋。你只是故意在拖延时间，难道说你还幻想有人会来救你吗？我宋玉蝶从来没有祈求谁会来救我。你明白就好。你们汉人的军队早就被我吓破了胆，只知一味求和。至于你那个李马哥哥嘛，现在还不知道躲在哪个角落舔舐自己的伤口，你就死了这条心。我父皇求和是不想让百姓再受战乱之苦，李马哥哥杀你易如反掌，可是我们不会出尔反尔。你简直无药可救了，到现在还会有那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饰你们的无能。住口！只有你这种小人才会把仁慈守信当成是软弱无能。废话少说了，昨天晚上你骗我喝下那些迷魂汤，你今日休想再耍什么花样。好好伺候本将军。将士，李马和玉蝶公主冒死送出军情，现在敌营中疫病蔓延，所以这正是我们一举歼灭敌人的好机会。你们要奋勇杀敌，速战速决，记住千万不能恋战。林将军，我愿意打头阵杀敌血耻，但是吕将军，请你记住我说的话，若有违抗定斩不饶。是。王爷，大战在即，末将会对王爷照顾不周。周护卫，保护王爷的安危。林将军放心，誓死保卫王爷。我的安危你不用担心，大军随你调动。将军，粮仓起火了。蠢货，还不赶快去救，再敢打扰我宰了你们。是。你笑什么笑？我笑你军营着火还不管不顾，气数已尽，放肆。你竟然敢教训本将军。我犯不着教训你，因为你就是个利欲熏心十恶不赦的恶狼。宋一莲，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，我现在就要杀了你，由你来执行。我让你看一看我这条恶狼是怎么做天下的主人。西三个方向兵分三路进攻我军大营，还请将军早做定夺。不必惊慌，分头迎敌。是。宋玉蝶，等我杀了那帮不知死活的家伙再回来好好折磨你。
说过，你血债血偿。本将军在此，只管放马过来，我拿命来。则立，你就这点本事，拿一个女人当挡箭牌。林马，我知道你神臂弓厉害，你敢动一动试试，看看是你的剑快还是我的刀快。有本事你杀了我！你敢？林马哥哥。病重之际，你有机会杀了我，
为何不动手？因为这个机会，我要留给李马哥哥。害得我跟李马哥哥分开，全都是拜你所赐。你想知道我现在的心情吗？我每时每刻对你充满的全是恨意。没想到我王彦泽立在你眼里就是一个笑话，竟是一个笑话。从小到大，你都在雨蝶的身边保护着雨蝶。雨蝶受欺负的时候你在，雨蝶难过的时候你也在。如今雨蝶命悬一线，你也在雨蝶的身边保护雨蝶。李马哥哥，雨蝶不怕你的一病，如今就算要了雨蝶的命，雨蝶也会在所不惜。李马哥哥，玉蝶。王爷，你确定王彦泽里死了吗？确定。传我命令，打扫战场。是。王爷不能跑，李马得了异症，必须救治。让玉蝶赶紧走，让李马坐我的马车回去。不行，皇兄，李马哥哥必须要和我在一起。玉蝶，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儿女私情了，把他抬回皇宫，等御医治好他的病，你们不就能在一起了吗？不管怎么样，玉蝶还是要和李马哥哥在一起。这里所有的人都希望你们俩喜结这段良缘，可是你这个时候不顾自己安危，这不是为难我吗？我不能再看到你受半点痛苦了，能不能听王兄一句话？皇兄，那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说。要找最好的御医，然后让李马哥哥的车紧随玉蝶其后。我答应你。太走。是。女儿啊。住手，放开他，他不会伤害你们的。女儿，吴乃馨，我可找到你了。皇兄，他就是阿尔哈图，是吴纳西的父亲，不过被完颜泽利折磨疯了，求皇兄网开一面，放过他吧。去给我拿些酒和肉过来。是。好了，他们不会伤害你的，会好好对你的。女儿，我可以喝酒，可以吃肉了。女儿，你别走啊，父亲打完这一仗回来就接你啊。好，快去吃肉吧。好，走了，有酒有肉。我们走吧。有酒有肉。
周护卫，这是哪儿啊？这里是九龙坡，离汴梁还有一日路程。哦，哦，对了，王爷他还好吗？王爷他很好，请公主放心。哦，那你怎么不过去看看王爷怎么样了？王爷让我时刻守护公主，不能随便离开。周护卫，你也保护我们那么久了，要不你去方便一下？皇兄，玉蝶，外面天气寒冷，别受了寒。我一会儿让他们煮点热粥来暖暖身子。我先去看看李马。皇兄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？嗯。多谢皇兄。王爷，李将军怎么样？啊，回王爷，将军铮铮铁骨，也是福大命大。他刚刚醒来，在下已经给他服用过药剂了。好，李将军痊愈，我定赏你。谢王爷恩典。退下吧。是。就看一眼。李马哥哥，李马哥哥，玉蝶，李马哥哥，你怎么样了？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别离我太近，会传染给你的。李马哥哥，我知道你难受，你再坚持坚持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到汴梁了。玉蝶，差不多了，下来吧。你们别过来了，玉蝶。公主，你这样会危险的。我现在也是病人。公主，下来吧。你们都不要劝我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不会离开李马哥哥的。玉蝶，皇兄，你就原谅玉蝶这一次吧。玉蝶，解放！解放！紧急情报！情报！情报！紧急情报！禀皇上，进水关八百里捷报。快念。启禀圣上，我军在王毅的带领下，成功打下进水关，击败了完颜军，彻底把这些完颜兵驱逐出中原。接得公主回朝，即日起立刻回京。呈上来。是。终于大捷了，终于大捷了。终于大捷了。
尼玛哥哥，你是不是冷啊？啊？玉蝶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当然会在这儿。不把尼玛哥哥医治好，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。我会把疫病传染给你的。你别说傻话了，尼玛哥哥，现在就算要了玉蝶的命，玉蝶也不会离开尼玛哥哥的。我还怕你传染我。玉蝶，好了，尼玛哥哥，你好好休息，再坚持坚持，很快就到边疆了。娘娘，娘娘，王总管来了。啊，嘿，娘娘，王爷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在哪儿呢？门口。停。桂儿，咱们到了。把立马和玉蝶叫出来吧。是。公主立马，咱们到了。公主。王爷，王爷不好了。王爷。哎。啊。不要过来。立马跟公主已经染上了瘟疫。你们收拾出来一个空房，他们需要医治。好的，传宫中御医过来。回王爷，李将军已无大碍。确定真的没事了？是是是。好，去领赏吧。哎，谢王爷。谢谢吧。来来。这杯请。王爷，我睡了多久？三天四夜了。王爷，玉蝶没事了吧？玉蝶她已无大碍，等你恢复好了，我带你去见她。多谢王爷。哎，眼神活泛，神志清醒，真是好了。这下五嫂放心了。哎，立马，我问你，你脸上这刀疤是怎么回事？王爷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有一个师父叫无常吗？你师父我呀，在江湖行走20多年，也被追杀了20多年。他们追杀我，不单单是为了那个神臂弓啊，徒儿。师父，我今天再传给你一个独门绝招。这是什么呀，师父？换脸，这是用野兽筋熬成胶，倒在模具里面，然后呢，把它晾起来。用的时候，取出放阴凉处泡在水里，用木炭浇在脸上。本王真是没想到，你这个吴师傅的遁形术如此之神奇。是啊。淑德公主到。参见公主。免礼。雷马哥哥，玉蝶，你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我今天感觉好多了，看见雷马哥哥没事了，我也就安心了。好，那你们好好聊聊。看来呀，神志清醒，哎，已无大碍了啊。懂事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感觉怎么样啊？公主，我好多了。这哪是你叫的呀？难道这一段时间我们九死一生颠沛流离，你我之间就疏远了吗？当然，当然不会。就是啊，你永远都是我的李马哥哥，我是你的玉蝶妹妹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等你好了之后，皇上要封赏你呢。封赏？林爵，吕二豹，末将将在。上前听风。你二人杀敌立功，威震沙场，扬我天威，朕甚感欣慰。封林爵为正三品上怀化大将军，封吕二豹从三品归德将军。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爱卿平身。谢皇上。李马将军，末将在。上前听风。李将军，你这次剿灭完颜则立，功不可没，朕封你为从三品上云辉将军，加爵开国侯。怎么，你不满意是吗？朕还封你为当朝驸马呢，你该满意了吧？啊，二弟，快谢主隆恩啊，快呀。皇上，请恕李马不能接风之罪。哎哎，这是为什么？家伙，知道你怎么想的？好好的，哎，为什么是这样？封赏你可以不接受，怎么，你连玉蝶的驸马都不能接受吗？皇上，就算末将杀了完颜则立，打败了完颜人的进攻，可是在下是大宋的子民，我只是尽了身为大宋子民的职责，皇上封的太多，末将恕难从命。那你连玉蝶都不接受吗？皇上，末将的母亲刚去世不久，末将母亲去世的时候，末将没有在身边送他最后一程，如今末将想为娘守灵三年才有颜面去面对我娘，所以驸马此事恕李马也不能答应。放肆，你这是欺君之罪，来人呐，拖出去斩了。皇上息怒息怒。皇上，李马年少无知，不谙世事，请皇上饶他一命。皇上，如果真要挨这一刀，那么就让罪臣替他挨这一刀。父皇，请父皇息怒。父皇也知道李马为大宋立下了汗马功劳，这事儿让李马三思。李马呀李马，这么多人为你求情，好，那朕最后再问你一句，朕的封赏你要还是不要？这驸马爷你当还是不当？快说。二弟，皇上恕罪，李马真的不能接受。怎么，难道公主还不配你不成？啊，你这成何体统啊。这父皇，请您息怒，儿臣求父皇恩准，把李马贬为庶民，撤回封赏，求父皇开恩。那这驸马就这么完了？是父皇。唉，好，从即日起免去李马的所有军职，免去他的所有俸禄。谢主隆恩。
哼，恭送皇上。皇上，看来你去意已决了、去意已决，我要回杭州为我娘守孝，还要重新开张天香楼，承蒙各位的厚爱，不能再留在这里了，后会有期。立马，王爷你也不用再劝我了，我大哥那边还有吕将军，我已经道过别了。还有，如果以后王爷和朝廷有需要立马的地方，只要一声令下，立马就会出现。那玉蝶呢？玉蝶日后还请王爷加以关照。告辞。二位保重。亲爱的，李马哥哥，这个李马怎么比你还蠢？不要封赏也就算了，连玉蝶公主也不管。你很想跟他一起走吗？那当然了。亲爱的，你在哪里？我的思念蔓延到天际。就要推开撕逼，我没选择，坚持的想你。亲爱的，你在哪里？压抑的心没你的空气。让我快，原谅我不能陪在你身边。不管是作为哥哥还是父母，我都不是你最好的选择。我相信你会过得幸福，李马哥哥永远祝福你，永远。再见了，雨天。我依然没有回忆。等等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王总管，等等我呀！您这是，你得带我一起走啊！为什么？我答应过你娘啊，要照顾好你啊！再说了，你天香楼要重新开张，没有掌勺的，那怎么能行啊？可是王总管，我不是总管了，王爷已经恩准我与你同行啊！你要是不带我走，那我就是两头抓瞎，老无所依啊！好，你别看我老啊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怎么教你的啊？娘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还敢不敢了？不敢了。娘，以后不许再这样了啊！娘，我回来了。两年前，因为我闯下了祸端，害得我们一家颠沛流离，也害得你跟玉蝶受了这么多罪。不过我现在回来了，而且玉蝶在京城做了公主，我以后会经常来看你。娘，您在九泉之下原谅孩儿吧。起来吧。五嫂啊，你妈放着驸马都不做，要回来陪你呀、福气呀、有福气啊，五嫂。尼玛，请节哀。太阳一落山呢，你赶紧回客栈休息。
我呢有事儿要去办，办完了我再来接你。当然可以了，总管你去忙吧。不要叫我总管了，如果方便你叫我贤叔。贤叔当然好，贤叔。哎呀，哈哈，对了，哎，这个你先拿着。来呀，来拿着啊。谢谢你啊，贤叔。哎，嘿嘿，好。这行啊，这送人特好。哎，干嘛去？哎，老王头，哎，你没听说啊？这天香楼要重新开张了啊？是吗？咱们还不赶紧去看看？要开张了啊！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咱们去凑凑热闹。走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以后多多捧场。好，慢着，别动。哎，你们老板是谁啊？我就是老板啊。你是谁？凭什么不让动？你是这里的老板？这天香楼是我们家的，我姓李。你家的？你姓李？那你叫一声看他答应吗？小子别不知好歹，这楼可是大有来头的人盖的，这天香楼你敢说他姓李？没错。快点，这边啊，就是姓李。玉蝶，立马哥哥，你，小马爷啊，还有更惊喜的呢，你眼看。璀璨花心中，一桌四方菜，百味品春秋。生死恋，千叶听。王爷，你怎么来？我皇妹开店，当然得来捧场吧。那我大哥来了吗？你大哥林爵在镇守阙中，他说有空亲自来看。谢过我。李马哥、玉蝶，祝你们永远幸福快乐。祝你们生意兴隆。接扁吗？周翔，命常州城的老百姓通通来我天香楼吃饭，我全包了。请吧，大家请吧。王爷，你们请啊，请。就这样，将李马和玉蝶经历了千难万苦，经历悲欢离合，终于重新走到了一起。正所谓深明大义，力挽狂澜，看英雄李马，心悯苍生，天姿国色。有天香玉蝶，进去吧。